5月24日凌晨，杨超越在微博上传一段视频，并写道：“等我明天化上妆容，又是一个精致的打工仔。”视频中，杨超越头发披散，素颜出镜，双目放空，略显困顿。她透露自己刚在外面染发接发回来，次日早9点又要去拍 MV， 并大呼自己十分无聊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。一个人的夜，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？明天9点拍 MV， 刚在外面染完头发，接完头发回来，安安静静的，估计在看会手机就得睡觉了。录东西吧，也不知道录啥。我真的是一个特别无聊的人。